今天焦老师去拜访桥洞大神。第三次来的，你这两天带回去吧。对呀，你带回去，你小孩带点东西啊，空手的话怎么行啊？好，下次吧，我买点水果。他晚上就在这里，白天就出去了。你看，他东西都在这里，看没有？不行，下次晚上来或者怎么地。那不然我也挺遗憾的，我在这里朗诵一下。圣人的话以及我改编成圣人的话吧。那你这要学什么东西？学这种桥洞当房，地当床，这种天地为家的精神。孔子曰，三人行必有我师也。朱九夜曰，孔子师父能否改成两人行必有我师也。怪的不能学啊！别人打我骂我，我不能再打回去骂回去。但是错的可以学，学了错不再犯错。天人合一，中庸之道。别人对我不仁，我也要讲义，以正报怨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万恶万祸看门首。为什么住这里？知不知道？为什么？我十多年成年人，身无分文，一无所有，老婆也没有，房子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住在外面呢，不用交房租，省点钱。他们吃饭呢，在外面靠餐馆里面蹭吃蹭喝的，有人捡着吃的。他晚上就来这里住了，白天不在。我返了二十年戏了，不要灰心，不要丧气。我们是打不死的小强，扶得起的蛙斗。我就是烂泥，别人不服我，我也把自己扶上墙。焦老师依依不舍地离开了。